二月四日，据媒体爆料称，刘昊然、吴磊将在央视狗年春晚同台。据悉，节目内容和表演形式还未公开。对此，网友们纷纷表示期待，期待两位活力少年的表演，迫不及待为昊然哥哥和吴磊打 call。要是真的，就太期待了，激动死我了！昊然哥哥还有吴磊，表白昊然，期待两位少年的同台表演。